之火即将成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高雄的观众朋友们，最热情的掌声再次献给场上无畏火焰的即将成真火舞团以及火舞神将。各位观众朋友们，高雄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们是即将成真火舞团，而我是即将成真火舞团的团长，大家可以叫我菜头。啊，各位小朋友们可以叫我菜头哥哥。来念一次我的名字好不好？一二三。菜头哥哥今天带着我的团员们，要为现场高雄左营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带来一段非常特别特别的火舞艺术。而稍待。